弟兄姊妹平安，为你领受靠主坚强勇敢行事实际行动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，我知影怎样处卑微，啊，知影怎样处丰富，或者把握，或者腰骨，或者有寸，或者欠缺，随时随在，我拢得到了秘诀。我靠着迄个给我力量的，凡事拢会做。有一粒种子落伫个地上，面对着四周的百种的花蕊，心内也未定主意要做倒落一种花较好。种子心内想，我干嘛会做玫瑰？你看满身带着刺，偌可怕！我也无愿意做百合花，颜色安尼单调，无意思。我也无想要做紫罗兰，花蕊安尼碎，搁安尼挖土堆，种子安尼也未定主意，唔知要做倒一种花好。当百花拢凋谢了，这粒种子也已经伫土内烂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咱是毋是常常想较过多，而毋知影实际的行动呢？求主光照阮，什么是我应该做的事，并且现在就求主予阮力量去做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阮伫世上的日子，虽然拢毋是一帆风顺，但也不得已事事拢有阻碍，因为你的恩典足够阮使用。求主帮助阮，无论是伫何种的环境，丰富还是善恰，求主拿起阮的软弱、贫惰、甲犹如不决的心，予阮倚靠主，信心坚定，勇敢的去做阮应该做的事，完成你托付予阮的使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